每一天，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日是九月十七，诗篇一百四十九篇，一直安尼讲：认着俄罗亚荷花，就唱新的歌。俄罗亚荷花，在神的百姓的会中。俄罗伊，三个来祈祷，我要唱新的歌，俄罗的天边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我瓦口的溃烂。你是我暂时的帮站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。主啊，我要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大声唱歌，阿罗你的名，因为你用智慧创造天和地。你用大能掌管宇宙穹苍，聆听堂人民世间人。主啊，我的脚步要在你的旨意中来行，我要尽一生的所有来应跟你的名。主啊，你的主爱大过在天，你的信息到底万世代。主啊，我的性命愧是拢在伫你，阮活着的事，拢要来俄罗你的名，阮要唱新的歌来俄罗你，一世人尊你最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